还有这一幕，是怎么回事？真的，这些酒都是他喝的。是的。子晨，子晨，醒醒！子晨，子晨，醒醒！子晨回家了。年年。 什么喝成这样？你跟安逸吵架不会因为苏年年吧？年年，哎，怎么喝成这样啊你？年年，你整天就知道苏年年。 你什么时候喝酒了？大白天的一身酒气。还有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你妈电话可都打到我这儿来了。今天大家自己上自习吧。 出来一下，有话跟你说。
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？喝那么多酒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解释一下吧。没事。还有这个，是怎么回事？真的。顾子辰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麻烦你解释清楚。真的。我们结束吧。